如果你们跟我一样喜欢吃玉米，特别是鲜玉米的话，赶紧看过来。建议喝之前摇一摇。这个玉米汁呢是非浓缩还原技术。喝起来就跟吃那种甜的玉米一样。我本人呢是忍不住又喝了一口。我本人是比较喜欢吃甜玉米的，如果你们跟我一样喜欢吃甜玉米，一定会喜欢喝这个的。它就像甜的玉米，然后把它榨成汁，是原汁原味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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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喝。